我一开始踢足球的，我4岁开始踢足球。踢足球？对，我4岁踢到9岁不踢了，然后在家歇了一年，我妈觉得我太胖了，让我别的事干。我妈妈是想就是寻思打球，然后当个体育特长可以上大学嘛。啊。但是我后来打着打着就是太喜欢了，就是风雨无阻。篮球运动员詹姆斯，2006-07赛季，他们东部决赛打活塞，哇，那场球真是忘不了。我在家里，我蘸着辣椒酱吃着馒头片看的，我那场球记忆太深，印象太深刻了。就是那会儿还没到就是痴狂的那个阶段。还没到，但是看完他那场球之后，我就彻底喜欢上篮球了。我也希望能变成他那样的。我跑得不快，跳得不高，又那会儿又个矮，然后又小，就是我跟体校那些大队员比起来，我就是小孩儿，特别小。人家又高又壮的，我就小胖。然后喊你小胖。又小又胖。但不是特别胖，就是那会儿就是最不起眼的那个人就是我。你说打不好了之后，我就是联赛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就打不好非常沮丧，就特别沮丧。打不好的时候我都睡不着觉，晚上都睡不着。睡不着，就是一闭眼就是那场比赛打的就是这些片段，就是这样，过电影似的。专注的回看那个录像上，觉得问题哪有问题，去跟教练组沟通。网上这些东西基本不看。曾经有过一段时间，我想过要放弃吧。这个确实也想过，有过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就是自身的问题吧，在自身的一些。打法包括自身的一些能力上已经就是出现了一个瓶颈，然后实现突破不了，在队里打球打不上了，自己就会着急，然后就是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，然后去把这个瓶颈去突破过去。那个时间段确实也是比较难熬，再加上那会儿膝盖受伤，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吧，确实是不是特别好。那段时间反正挺难熬的，头发都白了好几根，就是回想自己就开始回想自己小时候打球的那种感觉那种状态。从小打球的时候，从我刚开始打球的时候，因为就是热爱这个运动，就是风雨无阻，单纯的是对那种篮球的热爱吧。然后到那会儿一点点的，可能随着时间身边的一些东西变化，有些东西自己感觉快承受不住了，然后我妈就说了一句，那你觉得你这么些年坚持的有没有意义？如果你现在放弃的话，之前你所坚持的全都没有意义了。每个人打球都有自己的特点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，但是人家可能扣个篮好看2分，那我投个3分别多1分。换个角度多想想可能会好受一些。陈导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就是努力不一定成功，但是不努力一定失败，你除了努力没有别的出路。衣服确实有 buff 加成，那个就跟穿圣衣似的，感觉就是那衣服看着也好看，完了之后你穿上之后那八颗星，就是你看到那八颗星之后，就是觉得确实在这个集体当中，确实这种荣誉感啊使命感确实是瞬间就
就是迸发出来的。我是宅男，典型宅男，特别宅。没事的话，在屋里有时候打打游戏，然后就是基本上要是不累的情况下，基本都会尽管训练去。我这比较乖，然后回家之后，比如说我们放假回家，我回家白天一般把事都安排在白天嘛，或者跟朋友吃饭、见面、打球啊，都会在白天。然后晚上差不多也就六七点钟，就自己自动就回家了。我好像自己属于一个没有夜生活的人，基本就自己挺无聊的。就是你是过的一个非常那种保守派的生活是吗？对对对，老派的生活。对，老派生活，特别老派，就是用现在的话那种古板，比较古板。对，我联赛的时候微博是关的，就是跟我不熟的人不怎么打交道，但是可能大家觉得我比较神秘吧。嘎嘎，呀呀呀呀呀呀，他投进去了。哎，你觉得你自己可爱吗？我一般不都说长得丑的才说自己可爱吗？你还挺招那女球迷喜欢的。我呀，是因为我长得帅吗？你真的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对，我是那天我们休息，然后晚上的时候给我发的微信，说让我第二天去报道。先是发过来一张机票的截图，我当时一下我就懵了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啥意思？我请客回家了是吧？结果说是到国家队报道，我一下子差点蹦起来。因为我的梦想一直都是为国征战，之前虽然没上，但是这次又有机会去了，都是肯定要争取最大的机会，能获得上场的时间吧。那是在哪儿拍的？黄埔军校，我们在广州大比赛这儿拍，基本都在，除了张帆去北控了，行了，都在。我们的感情确实跟别的他，因为你看现在一队成立，现在所有的一队很少有像我们这种一波都上来的，其实我们那种感情从小一起长大，这种感情是确实不一样。我们没有外援嘛，然后我们也想证明我们没有外援也可以赢球。那现在是外援的实力越来越强，然后CBA 现在外援的通过外援水平的提高，一支球队可能他的整支球队的水平也就在提高。但是我们没有外援，只能靠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只想证明我们是可以赢球的。这地方培养了我这么多年，我从来这已经第十个年头了，确实对这个地方的感情也是不一样的。只要在队里就是打球吧，然后肯定会是全力以赴的去为这个队奉献我所有的一切。大哥，给你尝尝。那个皮肤是不是开的不好？我是不能吃的，我闻一下就。谢谢。哦，太香了。